这个场地是碎石地，我有点担心不太好打钉，所以我待会会用自己的银钉。那今天就先把新的收起来。我觉得它的配件都很好看。它的银钉是这种古铜色的，上面有 logo Zampier。 现在已经经过1个半小时了，我才打好帐篷，因为没有事前先检查工具箱里面到底有什么。没想到我的那个铁锤被拿起来了，所以今天搭帐就是费尽力气呀。然后呢，搭好之后又发现前庭展开之后会被树挡住，所以又重搭了一次。我今天带的这个帐篷呢， 是台湾的自创品牌，叫 Zampier。我觉得它超棒的因为它一整套就包含了你所有会用到的东西。有一个外帐可以当做天幕的外帐，内帐的话它就附了2个。我现在手上的这个呢是搭配行军床使用的不落地的内帐，然后另外还附了一个落地的内帐。 那这2个的差别呢？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们使用的人数。如果是落地内帐的话，它最多可以睡到3个人。那如果是行军床的话呢，就是1个人使用。所以我今天的话是单人露营，所以我打算就是搭配行军床来做使用这样子。除了刚刚搭帐的时候会用到的银柱之外，它还附了健行帐。 健行帐总共有4支，就是像这样子比较简单的帐篷，也可以搭配健行帐来做使用。也就是把健行帐当成是一个比较短的营柱。当这个帐篷前后门都打开，你想要把它撑起来的时候，就可以运用这个健行杖了。我现在呢打算先下装备，然后就吃点东西，因为有点饿了。